哥，今年我们的节目红包要发多少？要先哦，真的，红包啊，觉得做几十万这是跑不掉的啦，一定的。一个你看，一个人随便一个人三五千的算，你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都要包的嘛。大概瘦了5公斤了。哎呦，那好，压力啊，压力会使人增胖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就是狂吃，在填补内心里面那个空洞，还是填补银行里面的账？也不错。曾国成年中狂砸六位数红包，彭佳佳暴瘦5公斤，普还债进度。因为是超级华美的风铃大赏，三龙天霸，好运爆发。今年的超级华人风雨大赏别出心裁，由彭佳佳、徐孝顺带领的金融队、王仁甫夫妇的赤龙队，以及新组合曾国成、陈汉典带领的紫龙队，改以三组人马进行公演对抗。那跟紫龙队夺冠有信心吗？那讲的话就是公司被消了呀，讲那什么话嘛，对不对？消失，怎么可能呢？一定第三名嘛。练习的时候不是错了很多次那个 rap？ 对吗？没有，不是错。不是错，跟上台词。对，这个你跟我到后面来一下好不好？我私下处理的，不是我唱给他听了。对，我后来学会了啊，后来学会了，我待会可以唱给你听，好不好？好俏皮啊！旺哥好像看起来有变瘦。有，这是必须要的。他这一次呢，花了3万多块去瘦身了，大概瘦了5公斤了。那好，压力会使人增胖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就是狂吃，在填补内心里面那个空洞，还是填补银行里面的账？也不错。Number one 内蒙的债务有瘦一点吗？债务啊，三年来都同样的问题，我同样的答案，努力中。现在跟那个林炳文金主就没有。那个过年不要。因为有专人在负责，就是皮皮啊，还有专人在处理这一块，让我专心的工作，这样就好。这样好，本来就是，本来就应该这样啊，这样去担嘛，就是嘛，干嘛就是。你干嘛扭成一团？又不是你的事。中文店有比较像一点吗？有，你不要问我数字，因为你喜欢数字，我知道。对，我不止他们都喜欢数字。哥，今年5个节目红包要发多少？真的，我的心情现在跟碰果是一样的啊，都会过去的。红包啊，觉得做几十万这是跑不掉的，一定的。一个你看，一个人随便一个人三五千的算，你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都要包的嘛。先人留下来的恶例，对，这个不应该啦，没有办法。以前的主持人过年都要包。哥有没有再关心一下诺哥的部分？漂亮啊！过年要说点好话，就是说说看嘛，要祝福大家呢都能平安啦。平常心讲就是，开开心心过年，他顺顺利利的。那也希望就是说，有一朵乌云总会呢，就像阳光般的射过来，对，应该就会拨云见日了。好，大家平安。没问题，都好犀利哦。